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荒野乱斗》。这款游戏呢，在这个电视哦，以及就是网络上面了，广告打非常的大哦。那这游戏呢，老头看到广告打那么大，稍微来试玩一下，结果发现其实也蛮好玩的。它的玩法其实不难，也不复杂。我一进去，大概他的新手教学不用到一分钟就结束了，然后你就知道怎么玩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就是说你这个游戏目前我玩到是有三对三啦、啊。那三对三的话，就是它中间会有一个矿坑的那个矿洞，它时间到会喷宝石出来。那你宝石呢捡满数量之后会倒数计时，在倒数计时之后，你一直维持这个宝石的数量的话呢，你就会获胜。那在这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是要去抢这个宝石。那你捡到宝石被杀死，宝石会掉出来，其他人会冲过去捡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这个玩法就还蛮好玩的，就对了。然后呢，它会有不时的新活动齁，像是最近这个新活动什么荒野生死斗，这荒野生死斗老头第一次看到，没有玩过。总而言之呢，它每天都会有新的活动。先跟各位讲一下老头玩的角色好了。老头呢还蛮喜欢用这只熊的，这只熊真的很好用，尤其是你快死的时候逃跑，你可以丢一只熊出来。简单来讲呢，它就是 LOL 的安娜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呢，这只我也很喜欢，虽然它的攻击的距离有点短，但是呢，它的大绝我超喜欢用的，很适合洗几，好不好？今天差不多就稍微来试玩一下啊，推荐给各位这款游戏。其实老头觉得这款游戏算蛮小品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呢，游戏时间差不多大概最快五分钟就可以解决了，一场很快，可以用来就是你平常在搭车，或者是平常在等女朋友，或者是说平常在等朋友，这时间可以拿来消遣一下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然后直接开始哦。那其实在线上搜寻排队其实很快，因为只要六个人就可以打了，就三对三嘛。目前为止我是这样玩啦。不过它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吃鸡模式哦，这之后再有机会的话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好不好？目前没有这个活动啊。好，那各位哥已经开始疯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哦，这只是那个很硬的坦克。我要死了！哦，死前丢一只熊。有，把他弄死了！哇！我快死了！我死了！对面好强啊！对面超猛的！不行，我一定要认真打！我们把宝石抢过来了，有没有？左上角蓝色是我们的，红色是他们的。我们必须要把宝石捡满。哇，看来这就是那个摔跤选手的大绝，墓碑式轰炸啊！管他什么轰炸，随便讲。靠北对我敲大绝，我死了！哇，我觉得我超废的。我们宝石拿满了，倒数计时中，15秒，撑住。有，丢一只熊阻扰他们一下。不能死啊！撑住，也赢了。他还从中间跳起来，超好笑的。好 ，MVP 是那一个摔跤选手。好，耶！然后我就胜利了，差点升级，可恶。好，再来玩一次。可以开了，开一下。金币能量点数，雪莉的，继续。哎呦，草丛遇到鬼哦。累格啊！哇塞，累格啊，大哥，这可以丢到这边来吗？可以耶，我可以把熊丢到对面。我超累格，为什么？哈哈，为什么那么累格啊 ？Oh my god， 是我线路问题吗？哇，这一场那么累格是怎样？喂。What the hell？ 怎么不稳定呢？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累格状况。
我第一次遇到哎、欸，之前玩都不会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是大量的玩家涌入吗？好了，赶快捡，赶快捡，捡满，倒数计时，来来来，再丢一只熊干扰一下，撑住啊！宝石全喷了，完了完了，这边再捡两颗，倒数计时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哎、欸，往死里打，救我！内格救了我，内格救了我，内格救了我，我被内格救赢了，干笑死！这场怎么那么内格啊？这一场，这一场也太内格了吧！我天哪，算我要换角色了。哦，老头把 WiFi 关掉，看会不会比较顺一点哦。再打一场试试看，搞不好是 WiFi 的问题啊。刚才那场实在太累格，这有点母汤啊！来来来，关 WiFi 好像好多了，目前为止还蛮顺畅的啊、哦！来来来，马上就被突袭了，我要去了，我要去了！我有差一点哦，回血哦！想干什么东西？想干什么东西？想干什么东西？躲草丛啊！我这只应该都算突击型的，因为要躲在草丛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射程太短了，要躲草丛才行。太不行了，支援一下！干什么东西？哎呀呀！自杀式攻击，自杀式攻击，超级自杀式攻击，好爽啊！射程太短了啦！哎呦哎呦，完了，他们吃比较多，吃吃吃吃吃吃吃，吃吃吃，哦，好多好多，快吧快吧快吧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救人哦！我这么六颗，有六颗啦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远程有点母汤。突袭哦！哦耶！超爽的，超爽的啊！好爽啊！全部都在我身上啊！我只要躲远远的就没事了，赢了 ！Nice！ 好爽啊！是不是？啊，沉得住气呀、啊，各位，沉住气就是你的啦！耶、yeah! ！而且熊熊的这个距离也蛮远的，好的，要被秒杀了，躲，马上被打回去，干嘛？想干嘛？带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只有一个宝石而已，我还行。他把熊造出来了，十，这个好强啊！这个都抓那么准啊！超强的这个。就招熊，我只好把熊给解决掉了，被牵制了，我也解决了。嫩，嫩，有，轮到我们的局了。
丢熊呢，包夹时刻，赢了赢了赢了，撑住撑住，剩下五秒，哈哈哈 ，Yeah boy， 爽啊，我 MVP 啊，各位有没有看见？拜托，哈哈哈，好爽啊，好玩好玩，你看。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就一局了，啊，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，很适合啊等车啊，很适合等朋友，很适合打发时间啊，真的，各位这个游戏就推荐给大家啦，啊，这个游戏就推荐给你们了，好吧，那么今天试玩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哦。如果你们自己有兴趣自己下载，反正广告打那么大，你是要说你不知道这款游戏，啊，那真的是有点母汤了，因为这广告电视有。啊，电视广告有啊，游戏不是游戏，网络上也有哦，啊，到处都是有啊，不要再说，不要再山顶洞人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片了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继续玩，或者是开观众场，大家一起打吧，行不行？开个直播，大家一起玩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下次再见面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